小兄弟，笑什么呢？大哥，你这个床不太结实吧？我刚加固过，那个是有点简陋的，我帮你处理伤口。不知小兄弟叫什么？我叫木照。大师你呢？木照。我叫长流，喊我长流即可。哎，你当捉妖师多久了？从我记事起呢，就知道自己是个捉妖师。我是一个天选的捉妖师。哦。来，手给我。很疼吗？不疼。你且忍着些，这药敷上虽疼，但是药效最好。糟了！人呢？穆小兄，你刚刚去哪了？我一直在这儿啊，你没看到吗？我先去给你熬点汤药。哎，等会儿，长流哥，我们拜堂吧。穆少兄，使不得，使不得。不就是拜个兄弟吗？有什么使不得的？哎，你是说拜把子吧？哦，对，拜把子。我那个文化水平不高，你别嫌弃啊。你我也算有缘。可我这条件简陋的，要不用这个做信物。你我今日一同消灭了熊妖，也算同道中人。从今日起，我们就做一对捉妖兄弟。不用，这个，我没有长流大师这么远大的抱负啊。手空就可以了，心诚即可。祖师爷在上，我长流。我木照，愿结为异姓兄弟。哎，你说你在哪儿啊？你说壮士在哪儿呢？听说就搁这屋里呢。哎呦，壮士，快！哎，兄弟来了，小兄弟啊！在哪儿呢？就搁这屋里呢。各位，各位，打死熊猫这件事情呢？哎，各位，小兄弟在这儿呢。小兄弟在哪儿呢？这儿呢，熊妖，我搞定了。哎呀，这老菜活啊！这荷尔蒙旺盛了点，别见怪。哦，这是我娘亲啊亲手做的烧饼，俺娘的烧饼在咱们村可是一绝。可是山没营养，小兄弟补身得吃肉。是啊，这是我的吧？我的烤烧饼特别棒。是我的。没想到凡间的人情这么淳朴，讨厌，把人家弄哭了，一点都不 man 了。红纱，皎皎月下，难以相携。